亲爱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收看今日的节目。今日今咱啊继续呢，甲大家做伙来谈论，也就是讲，上帝引出了这些百姓，啊，上帝已经有回报，代表讲上帝干大做伙啊，上帝干大做伙，就是上帝要给人管理啊。所以呢，因人跟人之间难免有纠纷，吼，难免咱有冲突，啊，咱知影讲以前某些东是在家里处理这些代志，但是后来。 某些领导人把甲建议，讲我你安尼伤忝嘛吼，你爱设、哦、立一寡领袖吼来替你管理，某些感觉真有道理。但是问题就是讲，大家要凭什么吼、哦？用款诶法律做根据，啊来判断什么人对，什么人毋对？总是爱有一个法律啦、啊。所以上帝就甲某些讲，吼、哦、除了十条戒篇以外，上帝甲某些讲偌详细呢。无怪某些安尼听上帝讲听啊遮尔久安尼因为上帝甲讲甲有够清楚呢。上帝讲。 恁过去伫埃及是咧做人诶奴才，所以呢，恁也会当体谅即个，因为高不将啊去替人咧做奴才诶人，迄种诶心情，迄种诶处境，恁会替人想。所以吼、哦，恁若是有厝诶有讲买即个奴才，伊替你做做六年，到第七年诶时阵伊都还自由啊。我咱对上帝安尼反复甲遮尔个有，对摩西讲诶话，这咱、個、叫做圣约。上帝甲人立一个约。 即个约嘅内面就是足侪足侪，即个生活上嘅规定，以及上帝对咱世间人真侪咱人甲人之间，吼、哦，生活时阵做伙，拢会有真侪真侪啊民事嘅即个案件爱处理，上帝观念吼，真值得咱参考。啊，咱嘛发现讲，即卖咱足侪法律嘅精神，嘛是甲即个圣经所讲嘅精神吼、哦，有够像嘅啦，吼、哦，拢学习即个圣经嘅精神，所以咱讲咱人有当时，咱即个经期歹，吼、哦、啊时机歹。 啊，咱、啊、无法度，咱实在是无法度通趁钱，只有去替人做工。即著敢若亲像咱即马国家学堂阿咧讲吼，应用啦，即外劳啦，我台湾嘛咧讨论即个问题。诶、欸，今仔日人个国家较善，啊，来咱遮咧，吼、哦、替咱来做一寡比较比较辛苦诶工作，比如讲照顾病人啦，照顾老人啦，哦、啊，咱去上班，伊著爱二十四小时安尼，伫咱厝阿甲咱摒扫，甲咱做安尼，我真辛苦呢。吼，啊，咱毋唔毋是讲，诶、欸，啊，上叫你个国家。 较省啊！你来我遮你应该你解释下，我你当做劳在安尼用，未当有伊诶人权所以咱即马虽然咱台湾即有引进真侪外劳，但是咱政府依然有一有个保障，有即个劳基法吼，咧保障即个外劳。哦、喔，一礼拜啊，伊工作诶时间是外济，会当有休困，即拢有规定诶。啊，嘛著爱考虑着即个外劳，因不但是有互伊休困，伊嘛是著爱有伊诶精神生活啊。所以我知影讲，咱诶国家原来是尽量啦吼。啊 来学母音，所以我才有即个用因嘅话嚟做即个广播嘅节目。哦，阿哥咧即系话来工会当听下即种节目。啊，无因安尼嘛是只艰苦咧，利用背景来趁寡咧，即啰一个月万几块、两万块。哦，阿、啊、当然即对伊来讲原来是真大嘅钱啊啦吼。啊，总是咱来想着讲，即嘛是咱好。啊，若有一日，有一日咱也无遮好嘅孙咧，咱只经济总是有关有解啊。有一日咱无遮好嘅孙。 换让去做，人咧讲笑讲即嘛已经有去做事去大陆吼，咱即嘛已经人咧讲笑讲以后变台劳啦，大老大庸啦，台庸台劳啦。即嘛是咧讲开放要叫大料来咱遮做，嗯，凡正过过不偌久吼，大陆个经济也好，凡正是咱台湾企啊吼，去讲变少，去那里讲趁钱啊，无你无钱人谈变做。去做事菲律宾来咱遮做，迄种大学毕业嘞，哦、喔，所以圣经那面讲，总是咱人，拢。 人叫做此一时彼一时啦，意思就是讲，无可能讲你永远拢好啦。有时阵列经济好，有时阵列经济歹，所以当你好别人歹诶时，阵，你嘛少可替人想一下。吼、哦，汝看圣经诶，观念并不讲，诶、欸、啊，汝诶钱只济，汝拢提出来，分人无安尼讲呢，无安尼讲呢。所以那讲圣经并毋是主张共产主义呢，无呢。哦，圣经我那对这个资本主义，我那有真大诶一个空间。吼、哦，人好惹人诶代志，啊，汝若善。 你无法度你去人做，你讲我卖好人就对啦。咱古早我听过讲，将家己卖掉去带因老爸，讲因兜伤惨啦。伊要带因老爸无钱，所以我将家己卖掉，讲无法卖你啦。你看你要做啥，我来恁兜给你做工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你钱给我，我将阮老爸要要要带起来安尼。哦，这是足感动人的故事嘛，吼、哦！所以你讲，有个人实在是高不中，伊毋是讲伊不爱谈，实在是即个时机太歹。伊今仔日无法度来恁兜来做工人。 来恁刀去，那个唔是讲互你请，你古在制度上用卖，吼、哦，将家己来卖掉，还是去用卖掉啊？像这个玉石，玉石去阵都是用卖掉嘛。所以呢，上帝家己啊，一些个人提醒，恁来做生不如去用卖掉的经验，所以恁来将心比心，哦，所以你来对待这个落魄，未当受过沾染，未当无将人当作人，所以这个落魄卖力的哦，为恁来做工做两年，那做到第七年，伊就自由啊。 第七年伊有伊诶人权，做够第七年，伊就会当自由來、哦、下来走啊。咱已经卖哩，会当卖哩六年尔，咱袂当永远共币吼，永远安尼卖落来，也讲永远拢我过，安尼袂使啊。所以你看圣经哩讲诶时阵，上帝实在对人权，咱现在作实人讲人权、人权。哎、欸，我咧看圣经，我感觉上帝实在迄、那个想法吼，实在互咱啰足大诶佩服，你知无？咱安尼人类发展咁久啊，咱才对人权才慢慢慢慢才有一个概念。 但是你看圣经里面，竟然上帝对以色列人所宽恕，竟然是奖最多呢。吼、哦，人若惊个经济歹，无法度，人高不将来恁兜怎啊，卖哩吼，结果六年、第七年，你爱互伊自由，因为伊是一个人吼，伊、哦、六年有够啊，有够啊，吼、哦，你教本啊，你都爱放伊出去啊。但是有的人讲，啊来了後感情嘛正好啊。哦，人来了，那敢若感觉讲，虽然是咱用钱买的，但是嘛足达到咱信任吼、哦。如果若安尼吼， 有这种情形，什么情形啊？你若讲啊，即个、即个少年也袂歹，吼！啊，无、這個這個哦啊、我我从啊看是要找囝，吼，也是讲我从啊退去娶一个某，某就款个啊。诶、欸，我讲你袂歹啊，来，我替你来娶一个某。但娶某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啦，吼、哦，娶一个某，即满若七年到你会当走，但是即个某因为是我娶，所以这恁某若是算是看那是我诶财产共款吼啊，除非讲。 你感觉讲啊，我继续留你家，足好诶，吼、哦，留你家足好诶。啊，是讲即个主人公啊，无要紧啊，即、這个某你会当带走，所以对这个主人互伊走。啊，那无迄个权利是足清楚诶咧，吼、哦，权利真清楚。你娶即个某，因为即个某，你，你算讲即几年你是我诶人，你是我诶财产，所以你娶某是我你诶起码算我诶财产。但是即个主人若有良心，七年搞即、這个老婆要放走诶时，即、這个主人会当讲恁某会当对你走，吼、哦。 啊，如果若是去你了，即、這个仆人讲，哦，主人对我足好诶，我感觉伫你遮即种诶生活真好。如果若安尼，哦，会当，你继续留伫即个家庭内面，啊，你讲我要永冤枉远留伫遮，我甘愿，吼安尼会使，会使，啊会使，做记号。互阮知影讲，这著是已经是永远属于即个主人诶。所以圣经讲，若即款诶吼，爱甲带去吼，因你高扎较注意啦，讲带去门边啦，吼，带去门边，啊，摕、啊、一支落来吧吼。 啊，耳康吼，爱甲正康，安尼，耳康甲正康，啊，是、啊、代表讲伊已经是属于即个主人的。所以我咧偷笑笑讲，咱即码有诶、喔、少年仔真爱正耳康吼，伊给咱作查某囡仔安尼，哇，戴耳狗戴甲足欢喜，你毋知影讲迄上古早是红鼻雕吼。喔 迄是人诶财产，才对即个耳缸装一空是迄个意思。咱即马讲吊迄个袂歹看，想着是好笑吼、哦。当然即时代无共款，意义无共啊啦吼、哦。所以圣情甲咱讲，咱是安现在钱也去装一空？迄是一个落魄卖人了，后，感觉即个主人对我真好吼、哦。所以呢，我人去徛伫迄门边，我耳也挖出来，啊，就从即个门搭嘞，哎，流来把那甲装落去吼，用迄个锥子，安尼甲装一空吼，安尼著是代表讲，即、這个人是属于即个主人诶。 啊，政一腔了有可能有人讲啊，咱啊挂一个狗啊尼吼，挂、喔、一个狗啊啊，代表讲我已经是属于某一个主人诶。啊。所以圣经内面的、就是，著、就是咧、就是，意思著、就是咧讲、就是，咱袂当因为别人有一时诶失意啊，安尼袂互咱，啊咱著无甲当做人看，安、啊、尼是袂使诶吼。所以你看圣经咧讲诶是这样有道理，这样有道理。啊，有当啊，你即个仆人，你有当啊，你对伊无满意，你可能甲拍，吼、啊。 圣经安那讲嘞？你若甲拍一个落喙齿，吼，喙齿落起啊！你得放伊自由啊呢？诶、欸，伤害伊做呢？你两个人拍拍一个喙齿落起吼，而且讲拍一个目睭青咪吼，讲拍一个有伤害吼？哎、欸，你得放伊自由啊！吼、喔。你可见圣经内面并无讲咱做主人袂当处罚咱诶遮诶老婆。但是圣经讲，你诶处罚袂当对伊诶身体造成伤害。 哦，造成伤害。甚至讲一个主人讲，即、這个抱前我用纸笔，我要甲拍死，敢袂使，袂使，哦，袂使，袂当拍死。哦，所以你对上帝甲建入诶约，你会当发现讲，嘿，迄为即马现代社会著是法律诶观念，嘿，古早时啊，对上帝甲某西入即个约时，已经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，著者著者是咱即马民主社会，咱即马诶观念，其实圣经足早著有啊，啊，所以圣经内面嘛继续讲，哦。 上帝甲莫说讲，别当杀人，哦，别当杀人。若迄都拍父母诶，迄到外国怕死。甚至讲：用、哦、话，吼，你手抓白母死诶，即款人，我那到外国怕死。哦，所以别当随便杀人。当然，若有特殊诶咧，比如讲，有诶人是因为啊，有结冤仇，吼、哦，抑是讲伊有亏负你。所以你安尼，上帝讲，我将伊交伫你诶手中，吼、哦，你会当甲拍，你会当报仇。 但是这款诶人想着讲，我设立一座城，一座城，你会当走，什么人民币、蛋皮币？哦，甚至你呐过失杀人，还是讲有诶是唔是条例改？哦，系统也佫有另外处理方式。但是基本上，咱袂当杀人。那杀人诶人无代步，是叫人冤家强拍死。都剩迄个人是恁家诶落魄，你哪个拍死？咁款，你原来是有罪啊！所以圣经里面所讲，上帝诶这个法律，你俩关于的法律的精神。 你著开始了解，咱今仔日咱人类世界真济国家，咱的这个法律的精神，实在即个精神是一开始是上帝启示互咱的。吼，如果若毋是上帝启示互咱人，咱人毋知影讲应该安怎做，咱人甲人若有冲突要安怎，咱拢毋知。实际上帝讲到偌详细呢？讲你若讲偷摕人诶牛啦、羊啦吼，你若偷摕用，你着吼。迄四只羊换一只羊，哦，你若讲偷摕四一只爱背四背。 你有当下去这个超级市场无？人后大市场做，讲阮家拢有这个摄影机来甲你摄，卖阿平家偷甜物件，那你也得吼发四杯，就即个意思。阿那讲偷看牛发五杯吼偷看一只都要赔五只啊！哎，连这种诶，遮尼遐油诶物件，吼，相对拢有咧讲。啊，佫讲啥？讲、哦啊那个牛那讲打死喎，迄牛那讲打死吼，迄是迄个主人无责任，因为是牛讲打死嘛吼、哦，主人是无责任，吼、哦。 但是，如果迄只牛是小牛，已经人打死几老的人，啊！你即个主人拢无甲管，安尼即个主人爱判刑啊！所以汝看即、這个圣经咧讲出名，伊有真济种无共无讲款诶情况。如果若什么情况，啊，著安怎做；什么情况，著要安怎做。好，所以汝看上帝甲即个摩西的立约诶时阵，已经甲摩西讲得遮尔清楚，和摩西的管理者以色列会众诶时阵，才袂乱去。要若无遮尔济会众， 吼！安尼逐日生活做伙，难免我爱牛去伤着你诶羊，吼、哦！难免我我爱仆人可能啊去偷摕着恁兜诶偷牵牛，啊是讲牵了毋掉去，啊还纠纷，逐日拢有够侪啦。迄若无上帝立即这原则诶物件吼，啊，咱照即个原则则阁发展落去。迄若无即个原则诶时阵吼，即个纠纷真正毋知影安怎处理吼、哦。所以你看，圣经并毋是讲啊人人是，咱人甲人做伙，上帝讲我来甲恁管理，恁拢无问题，毋是呢？咱人人甲人做伙重视。 会有摩擦的时阵，吼，会有无好的时阵，啊，无好的时阵，咱着爱就事论事，这代志吼，着是爱处理，安尼吼啊，所以汝想欲了解讲，到底以色列人吼，上对因其他什么法律的精神吼，汝继续了解啦，继续往下聊，讲互汝听。 来，欢迎等下老三的节目啊！今天起来破官吼，直接要来破破什么来，恁有啥物冤冤屈？吼？有啥物委屈？吼？包青天伫这，咩个破落去啊？哎呀，咱今他讲诶正所谓，是实讲上帝呢，因财模式啊，好以前啊，讲变啊，地利在百姓啊，拢处理一寡啥物古啦、洋啦，拢像足实际诶问题。其实咱人哦，相对永远著是讲伫金钱诶方面，啊，古早因为无金钱。 无金是啥呢？著、就是拢牛啦、羊啦，吼、哦，啊无著是讲我诶仆人甲你仆人、啊、啦，啊冤家、啊、啦，啊安怎啊烧怕啦，啊怎么安怎，烂，安怎处理，差不多拢即个问题啦。所以三省一个咱一般常常听到一个原则，什么原则呢？叫做以眼还眼，吼、哦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著、就是即个意思，著、就是讲公平啦，吼、哦，公平啦，你若损失偌者，我著爱赔偿，吼、哦，啊，即著是一个公平诶一个原则。 所以讲，咱人跟人之间难免吼，大家若有代志的时候，爱就、這個、事论事，即个代志爱处理好等。啊，袂当啊，无啊，今仔咱都偏偏一些的人，啊，你诶用甲我诶用都共款哦，哪呢世界大乱哦？你诶，我诶爱护诺精哦。如果若出代志，咱比如讲，诶，我即个牛拜托你甲我搞出来，哦，啊你拜托我牛啊你搞，我牛你给我搞出来，吼？诶，你讲拜托对无？啊，你即马过时啊，等下讲我。 嘿，安、啊、怎诶，即只牛，怎诶目睭青咪，啊只只牛那诶怎变跛脚？嘿，啊我毋是拜托你甲我讲，安、啊、怎安尼，哦，这著是讲发生纠纷，啊这种情形，咩样处理？这拢是因日常生活常常会拄着诶，哦，啊我诶牛去打着你诶牛，安尼要安怎？那打个死要安怎？哦，打个死正简单，著、就是讲，迄只歪诶牛去卖掉，啊卖掉了呢，两个人。 将了掉钱来平分，哦啊，互打死迄只牛吼，爱归好即个损失诶人，安、哦、尼，所以足侪即种诶规则啦吼，啊，就在即、這个即、這个上帝教模式的解诶中间，上帝教你入这个狱。所以你对迄个规个上帝甲模式入狱过程中间，你会看到讲上帝是一个公平诶上帝，你会看到上帝一个毋是一个真无讲道理诶。 你也可以讲，上帝嘛是一个足实者，并毋是讲即个代志咱免插，即个代志你家己处理著好。毋是呢？哦，上帝用真侪真侪精神，你若看在即个出来记记，差不多有两章拢伫描述，哦啊，讲到非常的详细啊，讲你若是见别人甲查某见别人是无共款哦，咱某见别人咧某因啊，咱那个保护哦，即个主人袂当随随便便将早因仔即个人查某见不要你做。 落魄吼，你袂当够随便够卖出去啊！有真侪个真有诶，即个规定吼，规定伫圣经内面，嘿，你从来毋捌想过吼，你想圣经内面所写，敢毋是讲甚物仁义道德，圣经内面所写，拢是讲甚物精神诶啦、心理诶。嘿，你都毋知影讲圣经内面叫有甲你写一个六法全书啊！ 啊！你毋知影讲圣经内面去甲你写过即种牛啦、羊啦、精牲啦，啊，上帝把酒要安怎啦？喙齿若落去要安怎啦？啊，人甲人若相拍要安怎啦？啊，若冤家要安怎啦？诶，这圣经内面拢有咧写，即甲咱表明，表明讲上帝，伊知影，讲咱人活伫世间，总是咱的财产，咱讲理财，吼，投资理财，咱的财产的管理，家务事的管理，你, zo, 你想讲即个代志无重要吗？ 这代志如果若无重要，上帝毋免到专工叫摩西来你过来哦，来摩西，我将即个代志讲互你听哦，你遮功夫，所以可见上帝是一个咱生活上的上帝。啊、哦，毋是讲讲甲你的生活无关系，干哪讲看你有犯罪啊无？毋是安尼，上帝是真关心咱的日常生活，上帝也是一个真好的社会关怀者。所以咱今仔日有社会制度，有政治的制度，咱拢来了解。 这一切制度原来是拢上帝所关心诶，所以伫新留学生甲咱教，教讲咱来为捐款者来祈祷。所以当你若看着即个出来迄期上帝、甲摩西、入狱所讲诶即个物件时，时，你會发觉讲咱基督徒是毋是需要关心政治？需要。政治就是咧处理即个代志啊。民意代表就是讲啊，即条路,路、马、啊欸這個啊、路开伫阮兜遮安尼哪会使还是讲诶，即个所在有啥物款设备？安尼，无电火、无路灯安尼袂使。 民意代表、里长，或是讲政府的官员，规个政治的制度，都是来处理遮物件。那麦当讲，规个政治的制度，其实也就是对遮上帝对一些个人在立腰身，慢慢慢慢所建立起来，一个制度。哦，这是以某些一个人管理，变作设立了诶、欸，这个千户长、哦，百户长、五十户长、十户长，安尼哦，一个人管十个，啊，过来管五十个，有一个领袖，管一百个，一个领袖。 管一千个，个一个领袖，一站一真安尼来负责。这条跟他已经是进行咱今那个政府的制度啊。所以，咱的政府的内面有分足济无共款的部门，所以有人专门咧照顾这足济团体。所以我天天来讲，哎、欸，叫教会来做足济资深的工作，那是对啊，唔对啊？教会是爱做团欢单工作，足济这足济关怀的工作、欸、应该是政府爱做的。因、欸、为我有纳税呢，哎、欸，我趁钱了，我拢有税金留拨政府呢，我纳税，政府要创啥？ 纳纳，政府就是讲，哎、欸，咱有乞丐伫路边，拜托你政府来照顾。我已经纳税，请政府来照顾一款人，和咱即个社会无乞丐。莫讲我上班常常咧路边看去看到乞丐，看到我足艰苦是咪？啊，大家人拢提钱，我嘛唔知影讲到底我这个钱好伊是唔是想借啊先借，我变哪会知？弄乱去啊嘛！所以知我们讲，咱纳税，咱就成立一个政府，和政府再来管理这个社会需要管理的人，需要帮忙的人。 咱政府内面毋只有即个部门，吼，民政民政诶部门，吼，专门咧管即个民俗，管些啊庙啦、文化啦，吼。啊嘛，专门咧管查货，现在咧做兵诶吼，兵役科，即嘛专门咧管诶。啊嘛，专门咧卫生保健诶吼。咧關,关心讲，诶看是毋是有登隔热，吼，啊有经费来甲咱消毒啊，咱即个网糖甲咱消毒。啊若过时佫较早啦，吼，佫有喷鸟气，迄个叫逐个去领鸟气，迄个当厝诶淘鸟气，有无？ 在拢政府咧做个代志，所以意思就是讲，信用唔是无咧关心咱个生活咧。信用包括诶层面，有包括政治无？有有吼、哦。所以咱基督徒是毋是应该关心政治？应该关心。所以基督徒有家己个政治立场安尼对毋对？安尼对。你讲安尼老三，你三一党哈哈、哎、呀！这三一党即个个人自由，咱是一个政治自由诶一个国家哦。你有你诶立场，关心无？共款诶政党，我要跟。 咱并不规定讲同一个党爱讲一间教会，阮教会内面有民进党，有新党，有国民党，有亲民党，个足正常个嘛？哦，因为咱每一个人对政治的看法无共款，啊，咱有原下当做伙敬拜，安尼毋则叫叫做闭处三听。哦，每当讲咱政治立场无共款，俩咱就无法度当做伙敬拜。哦，安尼毋对，安尼毋对。好，咱上帝有咱做伙敬拜时，咱来互相爱宽容。哦，温春光，你对即个代志有无共款个看法？ 总是咱大家拢爱来关心咱即个国家社会制度、教育的制度哦，啊，即个社工的制度，即、這、咱、個、应应该来关心的。这個、就是上帝甲摩西所立的约哦，非常非常实际哦。啊，除了这个比较跟生活性以外，要搁有什么其他约定哦？上帝咧关心的代志啊，你若若知详情，咱就后悔混蛋。<music> 老三啊，你要讲主持鬼婚礼无哈？诶、欸，小老三，你咧问这什么意思？莫非你甲恁阿猪啊，啊，那有结果啊？嘿？嗯，我甲我阿猪啊。最近呢，诶，嗯，最近一宿加梦啦，问公安、啊、尼，阮两个人哦，到底有什物拍什啊问公啊？ 啊，阮男方的意见安尼啊,啊，问下我尼啊，哈哈哈,哈！问下你呢，新花一直开对不？我也是唔知，有啦。诶、欸、我主持，阮诶主持过有够济、啊就是、对啊,啊，啊，著、就是两个人对无行入去迄个教堂诶内面啊，然后著是足济亲戚朋友坐伫下面啊，啊，过来著是爱看手指啊，啊，著是爱问讲你敢管你嫁我，啊你敢管你娶我，啊，过来问讲你敢管伊来负责任啊，最后迄个结婚证书啊那个。 等姻啊，哦，因那甲等落去的时阵吼，啊，咱就代表讲婚礼已经完成啦，这就是种婚约，所以婚礼是种誓约，就是讲我决心要甲你做伙，啊，这都是婚礼的意义，安、啊、怎？诶、欸，安尼啦，甲己人啦，甲己人吼、喔，我这场甲你算你两千多啦，甲你拍折安尼啦，诶诶诶诶诶，这个钱你还要赚，啊，你有够无意思呢，啊，未当安尼啦。 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咱甲你讲笑尔啦，吼、哦，卖紧张，卖紧张，吼、哦，啊若啊你是甲你若做啊？你敢有真正担到即个地步？啊，你若要入三边款诶药吼，甲里遐想我好哦。嗯，讲着立约啊，我得头疼。阮那做啊讲叫我爱甲保证，妈咪啊保证，即、這个感情啊代志，什么人敢保证？ 马尼拉，吉吉瓜的拄着比一个更加水，更加温柔，更加 OK 早。早几年是时阵，年是一时阵，年年。哎哎哎哎哎！哎，小老师，你袂使哦，你这个观点怪怪哦。哎、欸，虾米叫做感情个代志袂当约定？啊，无他来约定，大家拢变感觉到啊、欸。我今日对你有感觉，咱两个好朋友；，明仔载对你无感觉，我做我起来呢。哎、欸，安、啊、尼婚姻有师要保障，为什么咱个国家法律来保障婚姻？就是因你讲。 婚姻唔是靠感觉，迄、那个约定是一种查甫人正坚定，非常非常清晰的一个决定。讲我决定要娶你，啊是讲查某囡仔，伊家己想真清楚。讲我决定要嫁你，两个人要生活做伙。安尼呢？你敢知？哦，原来这就是一种说法，一种约束啊！那个做情理签约共款啊，莫怪正济人咧跳票吼。哦 跳票，加几人跳票什么意思？哦，我猜意思是讲加几人离婚对无？呀呀，对啦、啊啊、对啦对啦，我即卖了解人先啊离婚，都、就是当已经无感觉嘅时阵，伊有完必须爱来履行伊所定嘅条约，吼、哦，安尼正恐怖，我看，安尼我毋爱结婚啊！我来甲阿姊阿讲，吼、啊，讲两个人啊。 约会散步、食饭、看电影，安尼就好啊！哦，唔免结婚，好唔免结婚哦。多谢啊！老三你、哦欸，你安尼讲我，观念正清楚哈。哎，你安尼叫做观念正清楚。我看你是观念正糊涂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每一日查甫查某像你交往拢像你安尼，交往到最后，话要结要娶的时阵，会惊到哦！安尼，咱这个世间无家庭啊，袂当安尼啦。男子汉大丈夫爱为你的疼，为你所爱的人爱负责任，在无？知 诶、欸，老三，我是介无安怎吼？啥物叫做负责任？你甲我差不多咧哈，莫甲侮辱。啥物叫做负责任？哈，我无甲生囝，无甲安怎负啥物责任？哈，善良肺孝。哈，无啦，你莫歹啦。咱咧讲负责任，毋是讲男女多安怎？诶，男女交往，咱两个人手牵手，咱两个人要互相讲过，讲，我爱你，讲我对你印象未歹。即种话嘛是要负责任咩呢？吼，咱两个感情嘅付出都是要负责任，啊，无先啊叫做、啊欸人,人,啊、人，是毋是？ 啊，我家你的观念差真多，讲未通啊。我感觉负责任都是实际上发生大事才负责任。南路狗我无敢做，伊也无敢做负什么责任。哼，唔爱跟你讲啊。啊，我等下、啊、思考这个问题啊。各位，我先来去，恁那大大声哈。拜拜咯。真奇怪，今么这个时代都有人要做这个无负责任的人。家你好，大家拢来好好来想这个问题。好，拜拜。